心有情啊，入咱即马即个神啊，归咱即个心肝窟啊，带咱来等等。我学着即个通灵啊，复原啊，即个本性，随着即个天意啦，降伫我即马即个脑中心啊。这是咱孙家一点一清一明啊！这是咱个人顺着这个气转入来啊，定住啊，咱即马回灵啊，不应该是照着现主时定调啊，咱这个心性。啊！我伫现场啊，通灵性啊，真理的天界，浮伫咱这个脑神啊内底，是咱现况的，家己有这个感觉，心知影啦，通灵啊，这股气蒸出来啊。咱的原体啦，这个真能的力啦，这是予咱搁再一次自然啦，安尼来传，安尼予咱的，是这种生活啦。我才有这个灵魂啦，这口气，予咱有这个发音，这个心声。来表明啊，咱即马回灵啊，这个意义啦。真灵拢是天性，归咱学的啊是天神啊，这是咱无形啊，这条灵性开发啦，伫咱个人的心清净。我有这条灵架，献伫咱的内定、内境、内神啊，这种名利啊，是咱内底内底源呐，所予咱这个能量啦、啊。对着现世的心，我会当照着本分，这个原能啊。来讲到清体啊，咱的原灵啊，上苍的天意啦，心灵啊，予我落定落来，这是咱搁一个气场啦，要讲讲另外一个空间，予咱的自信啦，真灵的本源性。静伫咱的脑清，元神灵魂伊的天理，只有看甲咱的心的原生啊、原处，真理的天元落伫正法的心中，灵魂。的天意，只有转咱清净的道心，这是咱先天的气啦。降落来顺母啊的心，有咱一条通天灵，我回到这条元神，这是。清楚的天地降落咱的心意啦，无形伊的本源定，我有这条清净的天意啦，心灵伊只有讲天界，显露元天的自在，是咱
一条新天地啦，咱恢复清净的元神啦，这是灵魂的天界，无形归元神在啊，咱有一点灵气，建伫咱的青天脑壁啊，拢是真元的天界，拢是使咱静落来现在啊，无娘的天意啦，上苍回到元心，是咱得通这个灵性，活伫瞬间天神，无形的天地，生出着先天意啊，拢是无形的法界，现咱一点清净自在，是咱一点灵性，现个这么顺天神，无形的法性，咱有正法清咱的心，对着先天的理啦，我才落加顺咱的心，是以青天的灵源落伫母娘的心意啦，直通咱的天界铺伫咱的心自在，是咱一条先天命来讲到显明咱的天意啦，是咱一点灵元清啦，我再来回到瞬间心意啊，这是正法的天灵啦，普咱开元心清，我有无形这个天理，咱行回清灵的顺性啊，一点有顺的天性啦，我来取到现世的本性啦。你有这条先天的气，我向伫咱这条心，是咱主要通的命。阿母啊，现个这么顺的心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铺伫咱这条先天的主宰啊，灵伊的天性，只有悟出着这尊神，这是咱的天理啦。向伫咱这么顺，神伊的本性质，都着一条灵性，现伫咱这么顺的天灵啊，元天有无？这条心定住咱的发心，这是原体母啊，伊的原形定着这条天发心，落伫咱即马个人的身躯，以我个人找出着母原体，这条原境。这是咱慧能的天意，倒转来到源头、源生、源处，是咱用着这条先天理，整个咱即马修会条、徛会条，是咱内底内底，即尊神啊，伊的天性啦。真元的天意啦。
我见到清零的无原心，这是咱天元的圣意，导咱一条先天性啊！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只有安住，咱的心定掉了呀，是咱倒转来圆，咱再用到这点。笑到这么快，这是要让我们知道上界原的母体母头所生这本件灵魂也天意啦，要求是我们每一个心倒回来烧经，这个母原的真意啦，真灵这个天性，是咱出家献露神明一条清楚的天意啊，只有点在咱的头壳脑中心浮出来，这就是咱的发心，这就是咱的本性。愿灵有无顺天意，走向这条灵性。是咱主要通天来，请用无形最主宰宰呀。是咱要讲到永远的修调呢，这就是咱讲通啊，无形的跨度，真愿真意落定，归来安住天性。是咱这条先天性啊，传到原体老母心，你有这点清净的天理，我才有原天阿母啊的心意啊，真灵的天界，普咱清净啊原心啊。这是咱正法正天性行回咱的天，母娘又这么顺，这是咱清楚这条灵气现在咱出家的心性啊，灵魂的天意啦，向在咱这么顺的心定，我有这条通天灵，阿母啊来讲安静，上从这点理，爱咱向的清咱的心，随着咱这条先天的意，咱才兑现无形的法性。你有这条清楚的天界，我才向在咱这么顺的自在，这是清净的天。我见老母娘娘啊，伊的原性，我有这点清净的天界，铺在咱的内定，心自在，灵魂。伊的天命，予我行的路心性，这是咱正法啦，的天性，是咱大自然所生的法门。要讲来讲，咱的心法、心性啦，拢是因波带动，我才有这个气质、气神呐，徛掉了。为中主啊，为中心，灵魂的天意，一定咱家己爱有一个主张，主张嘛，这个本意是咱家己嘛，要学到大地大地嘛，会当通畅嘛，这就是咱道灵这个天意啦。
会当畅通、爽快啊！咱这条灵，伊的原性啊，是咱恢复先天这条灵性，这就是咱顺家的精髓啊，无形的天理啦，是咱各有增加咱的原性啊，天灵的本意啊，正在原天原神。我有这条正法的天命啦，阿母啊，则行我顺的正，这是清净中的天灵啦。母娘啊，行我这么顺性啊，我有这点气啦，生得在世间，咱的心恢复这个天界，是咱净出心自在啊，灵也天意啊，我见到清楚的心病，有咱一条先天灵，我才看有母娘啊这条心。你爱有这条先天的你，我才行入清楚咱的脑底。这是会生咱即马所想，是咱这个想力。我爱是清楚这个真理。真念，这个原型啊，灵魂伊的天性，是照着咱的中道啊，这条路，原灵原气导咱定，恢复出家无牛心，引导咱正法这条灵性，这是咱的内境。性中啊，真灵真意开道心，教化转咱安定。有咱一点先天意，我来回报顺天心，是咱一条先天的本性啊，转落来咱落界天心。这是清楚的天性啦，我住有无形界，这么清，灵伊的现开，是咱行回这条本性，真灵的天界，恢复这点自在呀，上苍。一天意，我只有见原体老母啊的心定啦，真灵的发性，显露有阮的天性，灵魂伊的天意啊，只有看咱清楚的脑神，一条顺母的天。咱只有向倒转来，咱的原性啦，这是正法的天灵，予咱安住原心，真灵这个天界，普咱清楚这个脑神，咱以清体的这点气。则看有顺着咱的心境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我顺着一条心理，恢复咱的天界，向着这么顺神在啊，灵伊的天元，将咱这么顺这条心。你有这条正法正天性，
归咱有阮这条灵魂，这是上苍的天意，恢复咱的心明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搁再现的这么顺势，咱有一条先天命，和我来讲到回报的心，这条则是咱的天界，落地正法，这个自在灵魂伊的天性，只有安住咱这条元神，这是清楚咱的天灵，普咱元天伊的本意。真灵这点气，导咱顺加这条心，有咱原体阿母啊的元神，咱才会当见清净中咱的天元呐。这是青天咱的本意，道家顺咱的心理。你有这条先天的元神，咱才会当运落来这条心，是咱清净中的天元。阿母啊，见咱自然心，找到这条灵气，咱只有行顺界心性。你有这条正法正天命，和我来讲，就顺利定咱的心，恢复咱的天意，向着咱顺界心。咱有这条先天的心，再来讲就顺界，咱的本性灵魂的天界。恢复正法心在，拢是付出着天愿。咱才有金母啊，显的明。你有正法这条灵性，咱才看出来。咱的心是咱直通这个天地心落家，咱向着愿倒转来。突然现出时，咱这个心性，这个情境，这是咱的活力活性，是咱活灵灵光影影。我会当照着这个天元大虚空，这条本性本意表示，度咱青天无形愿，现到主宰回报。真灵顺家是天性，恢复正法是天性。我有这条先天理，我才行向元天的圣意。一个通灵，这条灵性，咱只有静甲这样的顺势，显露是灵法界，静出。是天元心，行回这条灵性。咱有这点清净的天，再来讲顺家老母啊，伊的心是伊正法的天灵。金母啊，和我顺的清，真灵这个天意是咱。回到的顺天，咱有一条先天命，来讲着行，咱这条圣意呀，开源这点灵光，现个这么顺势，阿母啊，才有定条条，咱的心明，是咱一点灵气，
我才来向着孙家的心病，随着先天这点灵性，我才会当开元体，啊，无啊，这条真神，乎我道家的天理，咱才行有顺甲元天，无让伊的灵性，咱只有慧灵来做主，这条通灵的天元。我爱是顺着清体本性明，得到这点气，咱决定这条心，处在咱道家的天性，我才会当讲清楚咱的本性，明理会显开，咱只有见清净的本性。元天有无这条本领恢复这点理，咱只有向着阿母啊这条心，灵魂的天性，行回正理回灵，是咱这点灵气，我向的顺母啊的心，有这条。通天的灵气，咱带有元天所生，真元本意拢是明，代数啊，则是咱的清净、清神、心神、精神这种发达啦，发达就颠簸啊，发颠啊，是咱这个心颠啊。心中一跳，咱才有这个电啊，送咱规身躯会当活动，拢是借伊来传这个心、这个法、这个命。咱在世间嘛，一定爱借行、情、命，安尼来讲嘛，安尼才有这个数。来轮嘛，咱这个一两三四的数目嘛，的数字，真灵的天界啦，点到这条正理的主宰，是咱这点清楚的天理，掠定在世间，净咱这条心，这是咱的原体。母啊，伊咧讲的。请咱的脑神来做主啊！上苍这条灵性，爱咱现的这呢啊顺势，对着元天元灵，咱有这点清楚的天理，上苍的法界，发射着清净中自在。这是正法的天性，啊，元天的气定，有咱这条清净的天理，咱才行出先天的圣意，拢是道家的天命，咱才来向这呢啊顺时的心。灵魂伊的天界，只有现伫咱这呢顺，神在在，有咱母娘的天意，咱只有顺家现到元神，出自无形这条灵性，咱只有行出现主是的心，拢是。一点灵气，咱才带有先天的顺心，真元伊的天元灵，请用咱这条元性啊！这是咱顺入来，咱这条灵
守条条，对着咱的本源本意，拢是对上界头啊，互咱的，是安尼，咱才有这条清楚、清醒啊，这个心力，拢是无形的天理，行回正源的圣意啊。一世人，咱只有用天性。降伫咱即马，这个脑中心，传伫咱这条清澈的天界，雷灯才会当铺阿母啊伊的心，真理的天性，开发咱的脑心，向伫清净这个天界，铺伫咱这条心灵的原体。拢是清楚的天，阿母啊，向咱顺甲遮尔明的心，是咱有行回正法性，咱才有这条通天神，无让伊的灵性，只有来掀开咱的天神，随着。这点灵性，咱只有向着清这条原体，拢是主宰的心性。我才有这条先天的本性，灵魂伊的天性，顺甲咱这条真理的本性，上冲这点气，向着咱。道界心，找出着一点灵魂。咱爱是同母啊，这条本性。你有这么啊清净的天界，我才会当向转来。咱的心，这是灵魂的天意。一个清净中，咱的心。为咱有阮这点灵性，现到这呢顺的天神，是咱一点力，行向金母啊这条心。你有这呢啊清的天元，我走即马现当当的你啊，塞伫咱即马出口，这个元能啊。这个力量啊，这个音声是去流通啦、啊，咱才会当向着咱即马出口这个信息啦、啊，来表态，真源的天理啦、啊，无中生有的这种名相啦、啊，这种话语啦，这是咱的脑神啦、啊。平常时所捌的啊，源头所说的啊，真灵的天元啊，普咱在世间这个灵性啊，这是可以生化的啊，佛源体所生啊，咱家己自化心啊，这个良心啊，这是。各有良才啦，咱所有发射的电波啦，世间咧讲个讲交流的话啦，真灵的本意啦，见落来清净中，咱的天，原天闹无牛性，爱咱转的遮尔啊稳定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一世人，咱种会出来，这个天，拢是无形，这个天性，来讲到回母啊，这条本灵，咱有一点气，转伫咱这呢顺势，显露是正法心，来讲是顺天灵。
我有这条先天意啦。母娘啊，予我定条条，咱的顺性。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性，只有拍通咱的先天的本性，灵魂伊的天界，抓定这个自在。这是咱清楚的天命，落伫咱这个孙的心团。这是正法正天灵传达阿母啊，这粒原型啊，顺着这点灵性，献伫咱这个心灵的，这是咱灵魂的灵性灵团呐。清净，是咱照着先天这个力无穷无比，咱才有原形啊，出伫咱即马这个静心内，这就是咱讲的天性，顺着正法这条原神说，真理有咱通法界，现咱清净中。露天性是咱本源回天来，清净中顺天意啦。老母伊的发声，只有顺照咱的天愿啦。这点则是咱的天理，根本也带有咱的圣意，传播咱的灵愿。是咱一点气，传咱这么顺势，显露是正发心，开咱这条先天命，有咱一点灵性，这世人咱只有兑现元天的元神，我有一点灵魂。带到这么稳的心定，随着这条通天命，我才有原体母娘心。虽然有情这条灵气，我才会当行向咱的元神，顺咱的心相通。这力是无边。所以我要讲的是无形无极无限，是咱这点灵性老母的供应力，这是咱出家心理上这个电波啊，照着灵魂这个灵性，伊只有相通啊。咱爱是天人的合嘛，相通这个难嘛，是咱。用到这点气，咱人是天所生呀，这就是咱道界天元。咱分出来，搁合到等来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。世间人嘛，同款嘛。你有生的是单独，但生落来，你是爸母的囝。如果那先生都兄弟姐妹，啊后壁生嘛是兄弟姐妹，囝囝孙孙。是咱建立小家庭，就是合啊。大汉咱若分开，就是分家分位啊。上苍一天意啦，咱爱见咱的清楚原神，拢是本源的天性。根本啊，予咱清净。我有这条先天的灵性。只有对咱的原体这条灵的尔，啊，这就是咱单一啊，合心啊，合调了只有一个心尔。所以讲，咱是倒转来无心嘛。不管是你做君啦、国王啦、税啦、将啦、兵书啦、百姓啦，拢是阿母啊所生啊，这种种类啊。真灵真义是天界，落伫清净中，咱只有自在念念，
修完人，咱这条元神出现，这就是咱在世间的道理啦、道性啦，要归道体，是咱这个道法予咱啦。咱才有法度安尼来用，用出着你的出声，用着你的音团，用着咱平常时认识的你所学的这语言语气啦。上苍的天界，普伫咱各自心在在呀，拢是这点灵源的天地，咱才会当行。清净中的心意，咱有元天母娘心，你才会当以元体来学成。今日是要成果啊，是要成真心啊，去假。但是咱是假所训练过来，咱才有这个成真啊。咱爱是这点气啦，渐多。咱渐入啦，家己这个心的信息啦，的资料、资粮，显露青天的本性。咱带有元天的本性，是咱即马在学的当中、学习的当中，咱要有这个进度嘛。你心要有明会开嘛，啊，这才是咱的明道嘛。心明的力大嘛，是咱家己自然这个天理啦。甲咱经宽经大，咱这个脑智啦，拢是这个光，咱才有这么啊清楚，无夜无杂。这就是咱团灵的天性，明心嘛，这个心的光，我有这条先天的理啦。我才会当知影，直通阿母啊，这个光的源头啊，真理的本性，出家咱的天灵啦，恢复一条先天的心，灵魂的天意啦。我有见到清楚这个脑神，我是随着这个电波。这个声力，找出着原体所有的上界头啊，出声这个力，敢若亲像雷公电庙啦，伊会出声，伊会生哪火啊？这就是咱要找啊，找源头所生啊，所爆发呀、啊。这就是咱讲的通灵天理啦，咱家己会当。自爆、自发，咱即马这个声音嘛，是咱这个天理，咱的掠定身躯，对着咱的虚空，这种能量，这种真声，所有出的这个自在，这个所在啊，是咱显露这点气啦。咱自生这条灵性，传灵要让咱有这条灵架，现在咱即马出神啊！你无照着天的指令，你即马只是咧学当中啊。但是咱即马是照天意啦，天窍嘛，要来表明老母啊，伊咧教我这个心的端正。这是咱道家的灵性啦，每一天要受到正传啦，这个使命啦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理呀、啊，一世人咱的学呀、啊，灵魂的天性啦，使命对天予咱在世间这个命要做的工课，各无同嘛。但是我今仔日爱认命，母娘。伊予我这个技术，伊是爱我学啊，学现主是这个语言啊，行会清空这个原体啊，阿母啊伊个真传啊，这个妙法啦、啊，
这才是咱讲的通灵啊，原天原性，这个本意啊，传伫咱的心，这个精髓啊，这就是咱清楚这个天意。咱人所爱回原体、归原神，是咱用安尼来表示啦。整体啊，才有法度复原，是咱今嘛所分出来万事，咱所有的足侪囝心，要倒转来向老母啊遮，住伫遮，安尼才袂受到灾劫。风啦、火啦、水啦、疫情啦，这些灾难是咱一点去嘛？灾难是伫这粒地球半空中的嘛，所降的嘛。这就是咱讲的天性嘛。咱灵轻轻，伊来当倒转来这粒球，倒转来咱的原体，倒转来咱的原灵。啊，这才是咱倒转来归体嘛，哦，这就是咱的大天体啊，大本体啊，是咱永远要住伫遐啦，无爱搁放言有无？无爱搁伫遮要轮回啦，要轮回轮换啦，生灭中、困苦中、苦海中、破病中，真灵。这个天地啦，咱爱是行回咱的天性啊，倒转来才无损磨啊。你现主持的能力啦，凡世间逐工损磨啊，不管你食什么补，你年资若到，年份若到，你当然就会随着天的定律，安尼来化，安尼来变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啦，咱拢是对囡仔唔知，变囡仔，变老人，坐会伊阁唔知，慢慢退化。这就是咱的记忆嘛，今日就是咧修记忆啊，是咱要来讲到这点气嘛。咱来到五六十岁啊，少年大家拢真美气嘛，真清气嘛，记忆真好。但是咱来到六十、七十有无？慢慢，你的记忆力会退嘛？人讲哦，阿兹海默症嘛，你会失去这个记忆嘛？伊若要提啥，就叫食去也无去，袂记得啊。等久来，啊，你就阁想到啊，我来患这个病，这是自然嘛，你无法度去了的嘛。所以讲，咱若有斟酌，你就知影坐回来喎，你这个记忆会衰退嘛？会衰老衰弱，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尼感受到啦，这种过程啦，真理的天界铺伫咱的身体元灵，有咱一条先天的心，我再来讲顺加安定的心，真灵这个天界。铺伫咱一点元神自在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气，通咱规身躯会舒服。一世人，咱要爱是身躯的通畅，都袂去气去结掉咧啦。啊，是你受伤无乌青无，伫遐疼啦。啊，是你五脏内腑啊。在内白有无？生歹物啊，啊是袂流通有无？伫遐一直臭，一直臭酸有无？阿嬷啊，这个病菌就伫遐，伫遐作弄啊。今咱爱是要来知影讲，肉体是暂时的，但是咱爱是这条清醒神的法力，无限。这个年岁，这是咱上重要的啦。做人才有机会啊！阿母啊，才有法度用心通心嘛。咱借着母语这个真心，来讲出着咱心内话啊。
无骗家己，无骗咱即卖兄弟姊妹啊，空气中在做啊的话，这是照着咱的天权啦，咱才有这么顺的天意啦。是咱这条先天的性，咱要讲入神嘛，这个空嘛，咱无是真空啊，这是永远啊，你内底无半空啊。是咱无啊，这粒种，这个活力伫内底，互咱伫只生嘛。啊，这才是咱临场你所有的用嘛，用你现主时的信息，现主时你爱的这资源，真灵本意拢是清，传咱原体无形神，咱有一条先天气。恢复正元老母性，这是先天的理啦。阿母阿仔落架，这条元神出定。今仔咱这个心啊定调调，你都袂乌白想嘛，无其他的念头嘛。咱只有思念母啊，这个心倒转来，这就是咱即马用心嘛。你会当。行中心嘛，是咱照着这个先天理，咱不爱搁伫遮有乌白想啦，有遮疑难杂症的问题啦，是咱不爱错综复杂，咱一心一意要行完咱这条理想路，真灵真意是天愿，落地真理是心转。恢复这条先天的真相，这是咱清楚的天愿。阿母啊，定住咱的心，向到这么顺的天界，大虚空，咱只有照心自在。观天有母娘的圣意，咱只有传落来天理。是咱顺着这条灵性，现个这么自在，咱的心清，灵魂伊的天界，铺咱一条正法的心，拢是这点气，我爱有行回上天神，灵魂伊的天命，我有顺加一条心。顺着这点气，咱只有闹清，这个力自然生，这个气味，咱爱是原味，本无这条心，真灵这个天法，天空这尊神，是咱原体落灵，开发这条通心。灵魂伊的天界恢复正元自在，这是咱的天灵本源性，启出着清界无牛心，是咱一点理。我现到这么顺势，有咱清楚这条灵性，咱只有兑现金母啊的本性。拢是一点气，守住咱的天命，无形伊的元神，只有咱见这尔啊顺势，上苍伊的法界，只有灵光会出心，是咱一点灵源，处伫咱在世心境。我有照着母啊这点灵气，才有这么顺势。显露是正法心，开发是先天灵。金母啊，予咱顺的清，这是咱一条先天的理，无形的天界，虚空最主自在，定伫咱这条灵性。
显露咱的本性。随着这点灵魂，我只有悟出在世间的心，真理的天灵，开发咱的顺命，有咱一条先天的灵性，咱只有掀开上苍这点理，爱有我向的先天意，是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带伫咱的稳定。这是正法的天灵，普咱在世间的心境。这是随着先天的灵性，安住咱的本性，落地一点灵气，咱只有向着这样的顺序，定住咱的天界，掀开一条本性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灵，普咱顺家这样安静。原天也本意，只有照咱顺家的心，这是咱集团。无啊，这条灵性，这点灵光，这条灵气，只有恢复咱的天元性，真理的天元，落地主场这个灵界，是咱今啊清楚这条灵性，归咱的原形来做主，一条通天的性质。是咱平静一世人，入伫脑海归咱老母啊，这条灵，这是咱现会明的，你即马抽会到的，元天归来现世明，转咱气中合天神，灵元灵性出天地，道家安住这条元性，这就是咱这条元性。予咱会当倒转来归原体、归元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灵。啊，无啊，予咱充满灵源，有咱的天意，咱有道家顺天灵。这就是咱的自生顺，咱才有这条清楚的法界。这是基础的，咱会当讲的这种生效。是伫咱家己自传啊，哦，自生啊，这个能量啊，这个气场啊，符合着天意啊，这种天律啊，是咱这个天地所生所传啊，我才有这个灵家灵神啊的指标，上了青天无形界，转到正天。顺自在，开咱这条先天的本性，入伫咱即马先天的灵魂，咱才有原体，予咱这个心顺气行转来，拢是一点理，我再来向着这条心，请用咱有问这条天灵，咱才有原体，阿母啊伊的本性。拢是这点气，来生到这么温和，咱的心。阿母啊，有这条先天的理，我再来行回大道的灵性，灵魂伊的天界，护在咱的正法自在，这是咱直通母娘啊伊的灵性。是咱有稳定这个天命，咱才顺驾这条元神，这是正法的天。我才有母娘这么顺的意，灵魂伊的天性，这点有学堂来的天理，咱追着清楚的脑神，无形伊的本源，只有传咱心这么清。一条先天的理，咱只有向家己灵魂伊的灵性。
顺着正法的本性，这是咱清净中的天界，普在咱各自心自开啊！灵魂伊的灵性，是咱安住，即马咱家己这个心清，这就是咱回报的性义上重要的，是咱家己这个心要拍开，咱无爱有妄念，咱无爱有杂烦，来伫只甲咱定咧。这就是咱要讲的天理呀、啊，咱无爱伫路中啊，这种污染啊，互咱有另外负担啊，是咱一世人都要甲切断，咱所有的杂念啦，所有的杂病啦，所有的乱困，这条先天的义啦，只有现咱灵魂这条灵性。倒转先天的本性啊，真理的天界，命运中咱的主宰啦，开了这条先天的灵性啦，开放咱个人的本性，这是清净中咱的天愿，虚空中咱的心明，真理的天性。开发咱的店铺，现伫咱这里顺的真意啦，是咱一点灵性开落来，咱的天性照着本源本意，咱只有看回先天的心，灵伊的天界铺伫咱这条清楚的自在，是咱自然这尼啊稳固。现伫咱这么清楚的心，直通咱的天愿落地自在，这条心，这是咱现的正法性，参入来有稳这么明，上苍的天意，见咱清楚这个愿心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灵，是咱转落来无形的心。开完这点意，见到灵魂这条线，是咱直通这个天界，一点道灵这个自在，真原本意回无性，开发专利现一清，使咱这条神有一个主，今日咱爱是随天，老母这条真意。这才是咱通的天界，咱会当达圆体，会当讲到清体，咱一世人归咱母娘的份事。